The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, titled Sorcery Contest, given on August 11th, 1991, in Qihu, Taiwan, Formosa.我已经告诉你们那个上个礼拜那些夫妻嘛，那些很多书那个哈，很怕别人，有没有？很怕碰到别人，很怕别人忽然间进来。有一次啊，有一次他们没有准备，我们这出去外面工作习惯了，就知道心随时都准备嘛，是不是？随时都念五七啊，九师傅帮忙啊，九那边保护雷量都习惯。如果是我们在家的时候，都是家庭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同修啊，我们会比较放松啊，没有那个护法的那种精神，有没有？哎，他受不了人啊，受不了人家的那个隔壁的那个鸡粪，或是狗叫，或是小孩子吵，那因为他要清净才能够跟那个上面的境界沟通。那我不跟你们讲他们的上面的境界是属于哪个境界的哈，那个我也不晓得了，别讲了。好，不过他们受不了那个干扰啊。有一次他们因为他们在家的时候只有两个夫妻嘛，他们受不了别人进去了，很小那个请什么人进来他们的家，即使请的话他们小心先知道了，先看看查查哪一个人比较好就请进来，懂吗？啊，他们不是随便请人进去啊，他们保护他们那个修行的时长啊。好，那没关系。有一次啊，他的徒弟我是所有的师兄怎么样，那他的电视坏掉啊，电视啊坏掉，然后就他那个徒弟随便啊把他电视带出去叫别人修理，然后随便叫两个人进来带那个我们可以租的电视，知道吗？暂时租的电视带进去，他们在里面两个不知道这些事情嘛，因为徒弟没报告他，他们不在的时候他就这样随便做，有的比较信任的徒弟大概偶尔来帮忙啊，哎，然后就换了，他们就刚好在家做什么事情，忽然间两个人冒进来带那个电视进去，哇，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滚了，肚子好痛啊，头痛啊，全身都被酸痛痛得受不了。他说从来没有这个样子，因为那个电视啊，那个和那个两个人啊。那个电视是太多人看了，有时候他们看了那气氛不干净，不怎么样，所以那个电视那装满满的电视，那个四周的满满那种阿修罗的那种很凶恶的亡魂的，懂不懂？忽然间看到他们就马上打了。我也顺便告诉你们呢、啊，这些也是真的事情，不是假的呢。OK， 那些亡魂是真的有存在。地狱是真正的有存在，不过都是一些伪性造而已。看我们前世这一世做什么，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会带去那种气氛啊，那种期待啊，那种期望啊，我们就习惯这样，我们被好像被冻在那个境界里面。我是所以你们看有时候看报纸看电视有报道，他们有那个查看看那些忽然死掉那种人哈，像打仗那些哈，或是军队被死的，忽然间死那种话，没有准备精神哈、啊，那他们好像被惊吓到了，死的都没有准备啊，所以那忽然间那个我们所谓那个银带啊，被忽然间断了，断得太忽然了，他们受不了啊，忽然间被冻在那个境界里面去，像在一个箱子里面逃不动了、啊，然后他们深深的那个相信他们就是还是打仗的，还是军队的。在那里还每天呼呼唤唤的，然后碰到什么都杀，碰到什么都杀，这个样子看到幻想，看到人，看到任何都认为他是敌人的，在那里还是打仗的。所以啊，那军队啊，或是那些忽然死的人真的很可怜啊，如果没有名色，他们逃不开他们那种境界，或是自杀也是一样，自杀的时候心情怎么乱怎么痛苦的话，死了自杀以后还是一模一样的，不是死了以后就完全脱离苦海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
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没有水，老的时候也不会有学问。但你在这边没有钱啊，然后呢，你小的时候没有钱，你老怎么有钱啊？懂不懂？都一样啊。所以那个打仗的那种气氛呢，真的最恐怖的啊，让很多亡魂呐、啊、跑不掉他们那个境界，而且很久以后，后来如果那个人又在脱离他们那种境界以后，又再生做人的话，他们还是往往偏向那种升华进去，还是打仗，还是很愤怒那种精神呢、啊。实际上这是害人很多啊，所以那个多数的修行人都反对那个战争啊。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公开，一天到晚反对，像做革命一样，怕引起大家误会，或是那个变成那个搞政治的事情。不过他们心里面很反对，因为对人民都不好，不管是用什么那种名牌都不好，对人不好，懂不懂？死了以后还不甘心，那没办法。他师父说，现在再回来那个电视哈，他们的电视装满那种暴力的，好，所以那个气氛会吸引那些比较凶恶的打仗的那种啊阿修罗的亡魂呐、啊，因为那些亡魂呢、啊、打仗生生世世好久以前呢、啊，几千年或是几百年前，现在他们还没有脱离他们那种境界，他们还认为他们还是将军，或是还是那种暴王，还在那里部下很多，一天到晚去找人打仗啊，保护他们自己的那种理想或是那种意见。所以他们那两位夫妻啊，碰到那个电视，他们两个人有，他们两个人不干净啊，不是因为他们那个外表不干净，就精神不干净了、啊。或带进来啊，因为那个同性相吸嘛，那种也是好战，或是那个凶恶的那个人会吸引那些凶恶的阿修罗的众生一起吸过来，跑到他们的家去。不过他们也知道那个是修行的家，修行家人呢、啊，你们不认为魔鬼不敢进去，最喜欢进去就是魔鬼，最喜欢进去就是修行人的家。所以你们看，有时候我们修行啊，很多障碍，有没有？比以前还要多障碍，是不是？都是因为他们要搞鬼呀、啊。他们喜欢来吸我们的那种修行的那种时长，有的很善良，来站在旁边呢，有的是远远的地方享受，来强一点这样。有的人进来又困扰我们，因为习气不改啊，那习惯跟人家打仗啊、抢啊，扰乱人家的精神习惯啊，所以来修行的人的家也不尊重规矩。不是静静的抢，在那里用那种暴力的抢，所以困扰我们精神很多。他们那些阿修罗的人进来，就马上抓到他们那个丹田的地方啊，在那边攻击了，打了，然后弄他们滚在地下，两个夫妻都在那边痛了要死，一两个小时这样子才好。不过一两个小时那个以内呢，以后啊，那个以内还有一些所谓他们那个大修行的无形的兄弟啊，马上来帮忙啊，把那些阿修罗就是众生拉走。然后教训他们，不是拉走，是用暴力拉了，用光啊，射了一直射了，射光射到他们就软趴趴了，就变成比较有修行的那种精神了。被光燃得太久了以后，哦，燃一两个小时，他们才软下来，你们能不能想象啊？好恐怖啊！用光的，用光洗的，以后他们就变好了，变乖乖了，然后他们才自己肯离开。自己认为以前那种行为那种境界是不好，那赶快要跑到更好的地方去。像我们刚刚同修那个道家的同修也有讲，有没有？他们魔鬼跟他说啊，我现在要离开这个黑暗的境界，我要去更好的境界。他们自己悟出来的，被感化了才走。我们不是用刀剑，也不是用无形的牵光射他们，也不是用感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跟师父说，哎呀，哪一个人着魔，哪一个人着魔，叫师父赶，我不赶啊，赶人没有用啊，赶话比较好。除了他好久好久啊，他犯一样的那个罪，然后又自己不愿意改啊，所以才赶。不过赶呢，并不是说丢，懂不懂？赶，不过无形中还帮忙。
干是不一样啦，就是不要在这边困扰大家而已。不过叫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教训不同的方法，懂不懂？是不是？不是丢掉了，不是忽略，不是杀，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感化。好，那两位夫妻也受到那个阿修罗影响，有真的快死掉了。如果没有那些大力量修行无形兄弟来帮忙，他们一定活不过来。不过那些阿修罗的人，即使来攻击修行的人，他们也得到光照耀，等级又好。所以这个害修行的人，有时候也不是被处罚什么的，他们本来就是等级很低了，不能再低到哪里去了。了解师父意思吗？现在还处罚他们到哪里去了？他能够罚他当鬼魔而已，他已经是了，他们已经是鬼魔了啊。不过我们的人啊，如果有那种凶恶的心哦，会堕到鬼魔那个境界去。不过我想一想啊，他们即使啊，以师父看法来讲哈，伤害师父的人啊，也不会去哪里那么厉害了，他一定有一天会后悔啊。因为不可以碰到师父，也没有碰到师父的光啊，懂不懂？不可以没有燃到师父修行那种精神啊，所以一定早晚他也会后悔，后悔的时候也会有机会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逃得开那个光嘛，是不是？他走到哪里去？那走到外面那个无量无边的光去呢？是不是？那就叫无量无边了，怎么逃得动啊？那逃到哪里都是在光里面嘛，所以他也不会被伤害到怎么样。